听音乐、看电影，音效还能再升级。按钮一按，重低音隐藏的环境杂音瞬间立体了起来，立体环绕效果除了只需要两台二声道喇叭，秘密武器就是这支全世界最小，相当于打火机大小的 3D 智慧音效环绕引擎。它的效果的话是在前方大概6公尺以内，它的效果是最好的。一般我们在家里使用所谓的5.1声道的喇叭，你必须要接6个喇叭。那尤其像现在家里你要接那些线会非常的麻烦。那尤其是后置喇叭的部分，你要接非常非常长的线。科技应用在警方警务，结合工研院技术，这款无人概念机增加的自动巡检和影像回传性能，仿佛一台空中警车。这个无人机哈，可以定点哦去巡逻，并且把这个影像哦回传到我们的影像平台，好让我们同仁哦可以在指挥中心哦就可以立即的知道那个现场发生状况。它的影像基本上是大概2公尺到100公尺之内都可以清晰的拍下来。正常状况下来讲的话，影片最多延迟3秒内，警方一定就会可以看得到。包括 VR 虚拟实境扩增馆，现场体验展潮不间断，走一趟资讯月科技展，感受台湾 AI 创意无限。大爱新闻消息节柯信志台北报道。